反正我们就捡到这个牛奶之后，干啊不会，哎不会，哎喝尿的胖子出来，哎呦，对不起。等一下，怎么直接开始了？等一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尹，今天我们要来玩的这款游戏叫做《虚意思意思贝壳》啊，怎么多了一个意思啊？这个作者是啊，没事，不要乱讲话。好啦，那我们废话不多说，赶快开始我们今天的虚意思意思贝壳，它回来了 ，Go！ 这里看起来像是一个社区的小镇，哎，有个人哦 ，Hello，Bless 是保佑的意思吗？你看起来保佑，你还好吗？公他小啊，他的公他小，这个城镇的人都神经病啊！这里有一间什么？哎，他跟我讲话，哎。他说：“滚开啊，怪胎！我为什么是怪胎啊？你全身都狗屎才怪胎嘞！然后这里有一家枪店，是不是？难不成我可以买枪？哦，这是一款奇怪的游戏哦。哎，我直接拿走嘞，我不用付钱嘞。然后我现在身上有枪了，我要怎么掏啊？快啊，快把你裤裆里的那把枪掏出来啊！哎，这边还有一个人，你好啊，北七。哎，德耶巴扎阿巴扎姆。”他说：“你需要一点我的东西吗？什么东西？哦，他在贩毒啊！我知道了，他一看就是那种鬼鬼祟祟，在那个半夜的时候那边贩毒的垃圾。等一下，这个门，这栋房子可以自由的穿梭。哎，这游戏坏掉了吗？已经被我玩坏了。各位，你看，我已经进来人家的家里面，然后完全没有任何阻碍。哎，真的哎，这游戏是。”是粪 game， 已经确定了，这是一款超级大粪 game， 完全这个模组都是假的，好不好？全部都是 gay 啊，干！我们不能这么快的下定论啊，搞不好这款游戏其实是一个神作，只是我还没发现而已，对不对？我刚被传送了一下，然后站在我旁边那些人都不见了，我应该是开回我家了，对不对？这里的房子都变了，我有看出来。看起来我们好像是要回家啦，我们先回家。哪一个是我家？哎，这个亮亮的应该是我家，没错，我家就是高级，好不好？亮亮的，什么 ？Maybe the eyes open。这是詹姆斯的家，但是这个门锁起来的，也许呢旁边会有地方可以进去。我知道了，窗户对不对？不对，只有这栋房子我是没办法直接穿进去的。所以里面可能是主线的剧情哦，我们赶快找一下，这里吗？不行哦，找到了。哎，我怎么又被传送到前门来了哈？我哦，完了，各位，我知道我要干嘛了，我要去弃尸啊！所以我刚是进到我房间里面，把这个不知道谁的尸体拿出来了，完了。应该不会是我家人吧？啊，我怎么上车？哎 ，Hello， 我先放后车厢，走啊，上车啊 ，OK， 我们来到一间加油站了。等一下，这个剧情怎么感觉有点似曾相识啊？我们是不是玩过一款类似的游戏？哎，先生你好，那这个字都白色的，我怎么看啊？什么？哦，我们要付这个加油钱是不是 ？OK， 来，信用卡掏出来，把那裤裆里怎么付钱呢？啊？哎，还是我已经付完了。哦，我可能是已经付完了，我们直接上车吧。Go， 继续我们的弃尸之旅啊。没错，上车。朋友，上车啊！快点啊 ！OK。哇，为什么这里也有一具尸体啊？这里是哪里耶？需要 always need food. I can't do it anymore.他总是需要食物，我不能再这么做了。难不成这间房子的主人是吃人魔？食人魔是不是？因为是，看这字字怎么这么小啊？是怎样给蚂蚁看的？是不是啊？是他的错啊，不是我的错。他帮助了他，什么意思？难不成这两家的主人他们个性不合吗？所以有人要吃人，然后有人不要吃人，是不是？什么？健康诊断书啊，
什么鬼啦？哦，标题叫做他回来了，然后他是谁？他是我老婆还是哪位啊？哎，整个故事没头没尾的，我就拿了一把枪，然后抱了一具尸体，好像要去给某个人吃。但是我觉得我不能再这样做了，所以见到那个食人魔之后，我把他干掉，是这样的故事吗？烂到不行耶，真的烂到不行，没办法给他任何一句什么好的评语耶，真的烂到不行耶，没有任何爆点，没有任何吓人画面，没有任何气氛，魔主也是一团糟，连房子都没做好，故事没头没尾的，不知道在干嘛，分到不行啊，各位，推荐给各位好不好？分到不行，真的。好啦，那我们下部影片见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影，今天我们要来玩的这款游戏叫做《熊熊与我》，看起来是一款非常非常可爱的游戏啊。那我要怎么玩嘞？哦，我可以操控这只熊熊是不是？哦，我知道了。然后地上这一坨什么东西啊？那是棉花吗？所以我是要收集棉花让自己长大是不是？就跟男生早上一样啊，会……没事，不要乱讲话好不好？不要乱讲话，那个小鸡鸡会变大。这个在冒烟的是什么东西啊？我上去看看。嘿 ，Oh, what do you have that to me？ 啊，他说什么？他做华特黑喷哦，我听不懂哎，怎么办？这是什么？嗯？有一个类似化妆盒的东西是怎样？什么意思啦？哎、欸，我上来了，我上来了，各位，我上来了。Having a look in the mirror, Teddy。踩踩踩。然后在这里二段跳有没有？嘿 ，What have you found there, Teddy？ 有有有，我捡到了。什么？啊！男主角怎么死掉了？他坠入深渊了。什么意思？看不懂。熊熊跳下去找他。啊 ！Teddy，Teddy， 什么啊？这什么东西啊？啊？这游戏到底在干什么东西？啊，到底在干什么？哇哦，什么意思啊？这里我也不能下去啊，我也不能走啊，台下我也不下。该，哎呀！两千年以后，各位完全看不懂哎，怎么办？这什么粪game呢？不行了，各位不行了，这到底是什么粪game？不玩了啦，白痴 ！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影，这款游戏的名字叫做《农场》。看起来是个轻松悠闲的游戏啊，我们直接开始吧。啊，怎么瞬间变成恐怖游戏啊？嗯，说好的农场呢？我拿这一罐怎样？这是农药吗？我现在就撒农药是不是？我知道了，我们先进去看看。Hello， 有没有人啊 ？Baby，Where are you？ 哦，还有二楼哎，我们等一下上去好不好？这边好像有一张纸条，看一下。这个杀手啊，很爱喝什么东西？喝酒吗？但是我不是，什么意思？所以我是跟一个杀手同居，同居模拟器啊！等一下，我发现我手上的牛奶怎么变到这边来了？什么意思？那个杀手在偷我牛奶是不是？我觉得我们上去看看好了，感觉这房子有点诡异啊，一点点。来，我们上去 ，Baby，Where are you 啊？我的室友，这里吗？打不开，有张床哎、欸。这是我室友的房间吗？还是我自己的 ？Baby， where are you？ 哈？什么东西？我死了 ？Hello， 有没有人呢？没有，到处都有那个牛奶罐呢。哎呀！哦哦，我知道了，他来偷我的牛奶啊！我们赶快，赶快拿起来。我们只要随身携带这一罐垃圾啊，然后那个胖子就不会抓我，是不是？那我的目的是要干嘛？我的目的是要把胖子杀了。哦，是哦。哎，哎呦，胖子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觉得我要先知道这款游戏在干嘛，我才能玩，好不好？这个游戏的作者网页他说，我们主角来到一个地方调查一个女人她神秘的死亡原因。当我到达这里的时候，我会遇到一个惊喜，那个惊喜就是胖子，好不好？然后他说我们要对付凶手，所以我们的目标是要对付凶手，再来找到这个女人死掉的真正死因吗？是这样子吗 ？OK， 我大概懂了啦，我大概懂了。反正我们就是捡到这个牛奶之后，我在刚开场欸，你在靠杯是不是？啊，你在靠杯是不是？那刚开场我就死掉了，
白目哎、欸，那你吓到我一个尿尿快喷出来了，哎呦！所以说楼上只有一罐牛奶嘛，我知道了。那我觉得我们可以先记一下这个牛奶的位置，那个纸条看过不用看了。这边有一罐，里面有一罐 ，OK。但是我不能一次，我不能一次携带很多罐，这是缺点呐、啊。我可以跑哎、欸，我现在才知道我可以跑哎、欸、，OK。那我知道了，我们现在就要躲避那个胖子嘛。躲避胖子的时候，边找那个不行啊！我关灯之后，他还是找到我哎、欸。花特喷，我们先检查一下这边，看起来是没有东西啊，对吧？没有吧？没有。然后胖子走了，胖子进了一间房子。我觉得我们做一下调查好不好？在这边关掉，然后蹲下。哎、欸，这游戏不能蹲哎、欸。我看一下这个胖子感应的距离好了，哪里？来了，他来了，他来了，他会发现我吗？哦，我们在他视线之外的话，他不会发现哦。那我知道了哦，这游戏不难啊。然后他好像会在这里跟这一栋房子里面做一个简单的巡逻。我知道了，看一下，可以看一下有没有东西，没有东西是不是？哎。OK， 我们现在有牛奶之后就不怕了，直接冲进去看一下这个房子里面在搞什么。那偷藏尸体是不是？那偷藏女人啊，哎呀，真是的。等一下，那边可以进去，我要怎么进去？哦，这边。嗨，胖子，你在哪里啊，胖子？胖子是不是要进来啦？我要小心一点呢。这里很多牛奶，我们很安全。这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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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里。Hello。Hello， 有张纸条，看一下，快点，快快，快点啊 ！You have to kill him, but he's too powerful。他说我们要找到这个漂白剂给他，是不是？酒瓶的漂白剂啊！原来我手上拿的这个是漂白剂啊！我们并不是要躲他，你知道吗？我们是要找到这些东西，然后给他喝。哎，那我知道了。哎、欸，胖子，出来，胖子，过来，胖子。哎、欸，胖子，你在哪里啊，胖子？嗯，这里还有一罐。我觉得这游戏应该不会很难，应该不会很难。胖子，哎、欸，喝尿的胖子，出来！哎呦，对不起。其实这个胖子还是有点可怕的，好不好？为各位做一个简单的整理啊。简单来说呢，我们就要赶快找到这些东西，然后拿去给他喝，好不好？拿去给他喝。然后上面我记得，哎、欸，我给他几罐了、啊？我好像已经给他蛮多罐，对不对？来，我们再来给他喝。哎、欸，洗脑包，快点，快喝啊，胖子。好诶、欸啊、等一下等一下。给完他之后他会转头啦，我忘记了。我们重新开始，这一次正式来。轻轻松松马上通关给各位看。诶、欸、西纳波。胖子。诶、欸、胖子。嗯、死胖子。诶、欸、阿布伊。阿布伊。哦阿布伊。诶、欸、阿布伊。阿布伊。阿布伊。哎、欸、，nice， 快喝快喝，你慢慢喝啊。这里应该没有，对不对？我刚好像检查过了，没错，这里没有。然后那边的草里面有一个，这里有一个，我们先捡这个好了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们先捡男的好了，先上去。哎、啊，不，哎、欸，不不，哎、欸，不不，哎、欸，好哎、欸，喝的好哎、欸，不不。然后我记得上面还有一罐，我们去拿，快快快 ，come on， 速速通关这款小粪 game 啊！它的那个牛奶的数量啊，不是它的位置都是放的一样的，所以我们不用太紧张。哎、欸、呀，不易，啊不易 ，OK。然后这里还有一罐，我给几罐啊？我有点忘记了。这一个区域的我应该都检查完喽，剩下这边的我们赶快去给他喝。啊不易，不不易，这里还有一罐我们记好。哎、欸，那边还有一罐我看到了。哎、欸、呀不易，哎、欸，哎、欸、呀不易。OK， 肥宅，臭肥宅，臭酸肥宅。哎、欸，吸纳爆，这里啊，吸纳爆。OK 啦，吸纳爆。这里还有一罐，我看到了，我们去把它捡回来。OK， 现在我们只要在这里等它就好咯，在这里等它。这里有一罐，我们先找好这个位置好了。一罐，两罐，两罐。这里没有，这里没有。三罐 ，OK。剩下加我手上这一罐是四罐，肥子
猪头，快点，猪头，这里，猪头，有没有看到？快点啊，猪头，喝牛奶啦，猪头。不是，不是，为什么他不按照常理出牌啊？等一下，他不是应该转头吗？照理来说，我给他之后他会转头啊。我们先躲在这里。对，没错，很好。个臭肥仔，个臭酸肥仔。剩下里面三瓶啊，我们赶快拿出来啊，有点拖台前，真的。这是可以推的欸，难不成这游戏有无敌点？我们等一下完成这款游戏的时候来试一下好不好？等一下通关的时候来试一下。肥肥。肥肥，这里啊，肥肥，对，然后赶快滚过去，谢谢。放在这个他会经过的路线，我等一下看他会不会被卡住，好不好 ？OK。啊，怎么我自己被卡住了？我们等一下站在这边，顶着这个稻草堆，我看他怎么过来。他来了，他来了，他来了，来啊，肥肥，顶好稻草堆，来啊，肥肥。哦 ，Get out！ 他叫我出去欸，我怎么出去？请问一下，我要躲避他，然后出去吗？等一下哦，我觉得我们安全一点好不好？先在这里等一下。各位，三分钟到了，但是他好像没有出现的意思欸，我出去看看哦，我看看。Hello？ 不行，我觉得依照这个作者。他前面那个个性啊，肯定会来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吓人点。准备好，各位，肥子要出来了。不可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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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什么都没有。我觉得不可能。Hello， 西巴，肥子 ，Where are you？ 肥肥，还是他在楼上睡觉啊？我看一下，这个睡啊，肥子。母猪，这场景怎么好像变了、啊？没人呢、欸，那我真的要溜咯，我要溜咯，拜拜，我要溜了，我先溜了，我存活了，但是没有人知道他发生了什么事，什么鬼啦哦，真的是粪便连发各位，粪便连发好不好？但是这三款粪便里面呢，我觉得这一款是最好的，至少它有一个目的在嘛，对不对？前两款到底在干嘛？真的，我说真的在干嘛？然后我个人觉得这款小粪便它有一个最大的缺点，就是它最后没有吓人点。它如果最后可以出现那个胖子，然后那个胖子把我打昏，打昏之后呢，拖着我的脚把我拖回房间里。进行一些激烈的人与人的连结，那我觉得这就不是一款fun game 喽，各位，那肯定是一款very very好玩的游戏啊！真的，我说真的，真的蛮可惜的、啊，真的蛮可惜的，就差临门一脚了。作者加油！好啦，那我们今天这三款小fun game 就玩到这边啦、啊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别忘了点赞、订阅我频道，我们下部影片见，拜拜。